强烈的物质安全感导致非常不安，赚钱欲望强烈。好在投资运气还不错，与伴侣之间在亲密关系上本来是非常和谐并富有激情的，但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在状态。太阳进入射手座，射手座生日快乐。太阳和水星以及土星逐渐进入合相的状态，这真是一个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好时机。同时因为与火星形成了六分相，所以更加带来刺激和学习，并获得朋友的尊重。月亮和土星及海王分别为135和45度的相位，在展示个人的竞争力方面可能会受到专业和梦想的影响而产生不安和情绪化。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